时代进步，信用卡的使用日益普遍，因而引致犯罪集团垂涎，大量制造和行使伪卡图利，全球因此涉及损失的金额每年高达31亿港元。目前世界各地都面对日益严重的伪造信用卡案件，其中大部分的伪卡居然是香港制造。没事吧？哦，好的。不然打在哪里？好，准时见啊。嗯，这是最近3个月的坏账，卡户全部不认账，都说没刷过卡哦。这么多啊？我们损失多少？2500万左右，就光是上一季。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，决定请执法机关帮忙。嗯。Are you ready? You will 561 in 10 seconds.Stand by. 大家记住，我们办事逼不得已开枪无可厚非，可是能避免开枪完成任务，这才难得，知道吗？这个复习课程是要我们大家随时保持最佳的状态。动作要快，还有2分钟。李 Sir， 教官，他们的状态怎么样？很好，快点。哎，李 Sir 来了！哎，李 Sir，大家好！哎，来看他们。是啊，没练了，骨头都硬了。怎么样，辛苦吧？不算很辛苦，还好吧？就是天太热了。我想你们该回工作岗位了。刚才接了一个新任务。嗯。在这半年来，我们不断接到客户的投诉，说他们的月结单有很多账目来历不明。他们说根本没有签过这些账，而事后也查明他们所说的是事实。就因为这样，我们公司所要承受的坏账数目已达到了几千万。你们怎么证明这些账单不是他们签的呢？因为他们都能证明本人不在现场，比方说持卡人明明在香港的，刷卡的人却在日本。还有，有问题的购物收据跟卡上的签名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卡上面其他资料有没有不同？一样，所以才奇怪。就因为资料全都没错，我们才怀疑有人把卡户的资料卖给伪卡集团制作和使用，所以要请你们廉政公署帮忙。什么地方最容易泄露资料？任何使用信用卡的地方。那贵公司是不是也可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呢？是的，查案不能放过任何疑点。我们内部的保安做得很好，而且我们很重视职员的操守。这样吧，我希望贵公司能多提供资料给我们协助调查。这位小姐是卡中心的经理，也是电脑专家，要是大家需要什么资料找她就行了。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去看看我们公司的运作情况。达明，待会儿你跟布兰达多拿些资料回来。 Yes sir。 这是我们的查证终端中心，凡是刷卡批不批都是由这里负责的。这里是我们的信用卡核发部，就是说所有卡的核准和发行是在这里做的。你看他们怎么做。这边，这里是我们的服务中心，他们接听所有卡户的电话查询。
你好，信用卡中心，我姓于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呢？这些有问题的信用卡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一般来说呢，使用的次数和金额会比平常的多。坐。通常假卡都出现在高级的商店，比方珠宝店呐、皮草店之类的。能不能给我有问题的收集名单？好。就是这些了。全部都是吗？是啊。你说烦不烦？调查这件案子，首先要从案中监视开始。这些地方多数在珠宝店和音响店，分别集中在闹市的购物区。根据资料分析，在铜锣湾和尖沙咀两区，使用假信用卡的活动最活跃。阿妮，你负责监视这两个区。下面你负责研究由信用卡中心提供的电脑名单，找出可疑的地方。请你重复一遍号码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陈先生，信用卡中心，你在公司啊？OK， 谢谢你啊。没问题。唐小姐啊，这样可有问题。我查过了，卡户在公司上班，没出去买东西。尽量拖时间，我通知廉政公署。OK， 请你等一下。总部消息，总部消息，现在怀疑有人使用假卡，地点在铜锣湾颐和街35号。车到，上车。下车。老板，刚才查卡的人呢？哦，他走了。他说有事不能再等，我怎么留都留不住他。这张卡持卡人跑了，可是收据还留在店里。你看，还有，这名跟原来的卡货不同。起码要抓到一个才能查下去。下次再遇到这种机会，非把他抓住不可，他跑不了的。好了没有？啊，已经好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谢。李子，分析好了，根据信用卡中心资料找到一个疑点，似乎全部有问题的卡都在这里刷过卡。尖沙咀基思域酒店，其实要拿客户的资料很容易，住酒店第一件事是登记，住得起这家酒店的人经济情况都很好，做生意都很多，所以消费也很高。这个线索很有用，我们埋伏这家酒店，看是否有所发现，再查查客户的资料，究竟什么人泄露出去的。Good evening, sir. Welcome to Hong Kong. I booked presidential suite, please. Okay, please, this way, please. 谢谢 sir. Have a light check. Yeah, please, this way. 这是 What's next? Let's wait and see. OK, 下次谈，拜拜。美宝，有多少个？一共是40个。就是20000块。
马上过户给你。OK。李伟达来了没有？没有啊。你去不去？我请客。嗨。哎，你来很久啊？刚到，看到李伟达没有？你不是约了他了吗？啤酒，谢谢。好的，有冰汁，谢谢。嗨，你。喂。嗨。哎，跳啊，志斌！跳得好棒啊，有四十个。你真乖。Hello， 美宝。嗨，好久不见。嗨，美宝，你跟 Kathy 他们聊吧，我出去一下。好，慢慢聊啊。好。好喂，我的东西来了，收到没有？这女的叫 Mabel， 以前在基斯玉酒店做招待员，半年前她跳到一家银行做客户服务部主任。 Mabel 有没有把电子记事簿交给人？这几天她接触过很多人，很难查。要是我没估计错误， Mabel 的电子记事簿里面应该是酒店客户的资料。达明，你到酒店去拿最近两个月的客户资料给信用卡中心，叫他们特别留意未来一两个月的消费范围。 Yes sir。 请说密码。4966-3875。你好，信用卡中心，请说密码，谢谢。哎 ，Brenda，有张问题卡出现了，持卡人现在在酒店。通知廉政公署，叫他们留住持卡的人。OK， 收到，请说。新世界中心商场二楼是不是？嗯，好的。怎么样？开车。OK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信用卡中心现在很忙，请你等一下。
小姐，你先帮我包起来，好吧？好的。小姐，我赶时间，请你把卡给我。嗯。哎，先生，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廉政公署。我们怀疑你使用假信用卡，现在要逮捕你。这些假卡全在你身上搜出来的，你怎么解释 ？Sir， 我只是一个车手啊。这些假的信用卡是车头给我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。车手？什么叫车手？车就是卡喽，我使用假信用卡就叫车手。还有没有别的代号？有，趴车、行车。趴车就是像我刚才在商店用假信用卡就是。行车呢，就是我们到处去使用，叫做行车。换句话说，给你们假卡用的人就是车头。那车头是谁？继续问。你看这些照片，有没有给你假卡的人？把前面那张给我看看。你看看这个图案，小鸟印得很差，你看。对。嗯，你再看看真的，是不是差得很远？差很远。凡是金卡呢，字头应该是4966，你看这个根本就不是。还有什么不同？颜色嘛，化开了。你看这里啊，很明显呢，字也印得乱七八糟的。哼。假卡到底是在哪里制造的？在香港还是外地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有了三条线索：第一，有车手使用假卡；第二，有人泄露卡户的资料；第三，有人制造假卡。制造假卡必须具备的，第一是机器，第二是卡户的资料。至于做假卡方面，根据信用卡中心说，目前最多的是马来西亚和泰国，香港应该还不多。这样吧，假卡的资料你交给信用卡中心的保安部门。Yes sir。 黄志斌这条线索阿尼你负责。 Yes sir。 谢谢你先生。老板，您想不想一年到头好生意啊？这个当然想了。那不管我用什么卡，你照刷，有你好处。以后有人用现金买单，你就刷我这张卡。现金我们三七分账，我七你三，有没有问题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买买单，谢谢。每次刷卡呢，你都有份，而且佣金比你们公司给你多。你记住，要是下次有人拿这张卡来买单，你让他刷吧。总之，你有好处。哎，输很多。是啊。想不想赚得外快？有什么好观的？有什么公园？五锅花鸡胗呐，骨汤也行，泡着喝也行，活血补气挺好的。炖鸡汤每人买一盒吧。好啊，我想买鲍鱼，拿过来。先生要什么？我自己看吧。这个礼拜的生意怎么样？还可以。7000块。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妥善的办法来提高卡的安全保证。那我们已经试验过这个网络的系统，已经足够以监察任何有问题的交易了。哎，这次又是多少啊？这些是上个月的坏账。哎，廉政公署怎么回事？都查了这么久了。李 Sir， 怎么样？国际刑警有回应，这批跟最近在泰国搜到的很相似，他们也在调查当中，要是有消息的话会尽快通知我们。好，有些事是急不来的。
等吧。嗨，美娜。嗨。喝什么？啤酒。好的。我们的收获不错，上个月我们有80部车，320万，非常好。嗯，待会儿我给我30万美金到你户头。好。对不起。干杯。干杯。嗯，对了，阿龙这小子很久没见，会不会？无所谓，反正他知道的事不是很多，说真的也该补充心血了。嗨嗨，下一次什么时候来？过两天泰国有批新车送过来。嗯，我走了，我约了梅布。好，车手不够可以考虑他们。 OK， 拜拜。The name is Palm Chai. Okay, tomorrow 6501, right? Okay. Thank you. Bye bye. 安妮 ，Sir， 泰国的线报说明天有个可疑的人物到香港，可能带一批车过来，他的照片就传真过来，你通知所有组员，明天全到机场去，迎接他。Yes, sir. 那个人呢，就砰的一声就掉下来了。你的，你最怪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你拿那么多，公司做得急吗？忙不过来，可以再请几个人呢。老实说，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做的全都是好事。那，你也看到了。我不过是制造一些机会给人家赚钱，让人家发财。凡是为我做事的人呢，全都有好处。酒店那些人啊，他帮我做事啊，所赚到的钱呢，等于他们薪水的好几倍啊。还有，我公司的职员呢，是靠你那些资料就做到很多生意。那你说我是不是在做好事？那我呢？我可没有好处。你有我，而我什么都有。Pacific Place, okay? See you later. Target 出现了，请大家注意。目标走过去了，第一组跟进。你们别跟得太紧，保持距离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开动，下去帮忙。看来目标在广花园，目前还没有人跟他接头。我这里没事 ，over。小心点。我们现在跟踪的目标，他好像要走到商场的另一边。Over。目标要到你那边。这里让我来，去盯着他。OK。
标朝着商场的另外一边走，盯紧一点，别让他跑了。这个商场有很多个出口，你们一定要紧跟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怀疑你进行一宗非法交易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三天后，在机场的咖啡厅会合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没有。进来。不好了，泰国方面说，彭赛的工厂给抓了。嗯，我知道。这么看，没人坐车了。放心吧，没有人能够影响我们的跨国企业。我在台湾已经看中一批做假卡的工具。定金也付了，过两天就会运过来，到时候我们从制造到分销全部自己一手包办，不假外求啊。嘿，那太棒了，自立门户。喂，他会不会把我们咬出来？咬得动吗？彭猜知道什么？凡事要讲证据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明天呢，我会带大家到欧洲，尽情的购物。啊，早上的飞机，这是你们的机票。到时候我会把车发给你们。Understand? Is it 9 o'clock? Yeah, morning. Stop. 王先生早。嗯。我说你怎么搞的？你看。每个月都是这么多坏账，廉政公署查的怎么样了？公司不断的损失，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大家都知道，资料是从基思玉酒店泄露的，而使用假卡的车头是黄志斌，泰国工厂的盆猜专制造假卡，我们已经抓到了。可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是主脑人物，我们还没查出。喂，是的，请他进来。
信用卡中心的 Brenda 来了。你们廉政公署怎么搞的？查了这么久，一点成绩都没有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每一天损失多少钱呢？不认打，你冷静点。怎么冷静？你呀，打政府工当然无所谓了，反正是铁饭碗，假期也比别人多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卖了一点都不行呢？我快要被你炒鱿鱼了。李小姐，廉政公署不是只伺候你们公司，这里有很多同事几天几夜没睡过觉了。希望你不要在公司受了委屈，跑到这儿来发你的小姐脾气。大明。不认得，不认得，实在抱歉。不过希望你能够体谅我们执法者，因为我没有证据，没办法采取行动。有些事是急不来的。我跟上头在研究，好吗？好，那我出去了。OK。喂，嘿 ，Hello， 怎么样？啊，就是今天呐，好啊。布瑞达，瑞士那边忽然间一天有十几个香港人刷卡买满天星哦。你马上去查到底是什么人买的，这种名贵的表一定有编号，应该可以查出护照号码的。好的。我走了啊。OK， 拜拜。廉政公署，我是信用卡中心的 Brandon Lee， 我有要紧事找欧达明，请你转告他，我晚上会在 Metro Plaza Hotel， 请他尽快的找我，谢谢。在那边。好。好久不见了，是啊，我签名啊。你今天好漂亮啊！哦，原来你现在做金融啊。Yeah. 喂，李伟达。哎 ，Hello Cindy， 好久不见了。啊，好久没见，你还那么漂亮，是不是真的 ？Yeah， Hi Brenda， 咦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了，是好久了。先喝一杯吧，你们好吗？喂，小圆王子，现在唱什么歌？今天那么多高手在场，我可不敢献丑啊。你不开金口，大家会很失望的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你吃吗？Brenda， 嘿 Cindy， 怎么这么晚呢？好漂亮啊！是啊，我很忙嘛。你们认识吗？应该没见过。李伟达 ，Brenda， Brenda， 你好。嗨，坐这里好吗？好啊，谢谢。Brenda， 嗯，这是我名片。哦 ，Top Most 啊。Yeah。 你做金融的。这是你呢。我是信用卡中心的经理。信用卡中心。嗯。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办公室。Yes sir。我叫福基。嗯。请问参舞会在哪里？哦，在那边。谢谢。找谁？我找 Brenda。 Brenda， 有人找你。哦，哎，我有点事，去去就来啊。请便。急着找我有什么事？瑞士有人刷假卡，一天内香港人买了十几个满天星。什么时候？今天呢？有别的资料吗？有，我们已经查到了买主的护照号码了。 Lisa，达明，布兰达有新消息，有人在瑞士刷假卡，买了十几个满天星。查查信用卡中心，确定哪些卡是伪造的。对，我会跟瑞士海关联络，查查那批人什么时候到香港。好，就这样。
我们通过国际刑警，还查过香港的航空公司，知道这批可疑的车手已经在瑞士上机，今天早上10点钟到达香港。志斌，我们每个人能不能分到4万块啊？4万，货都200多万了，满天星还没算。这么多啊？快点，大行李搁在后面，小行李自己拿着啊。你们快点啊！阿德，告诉兄弟，3点钟老地方见。OK。车手的车过来了，波波。收到。我们看到了，现在出发。喂，是我。是啊，那现在我们有批货回来了。老规矩，7折。大明，请说。有点不对劲，我跟计程车，你跟小巴。好的。他们好像发觉了 ，Over。OK， 你们继续跟，我们采取行动，拦住他们。廉政公署，别动！嘿，你，等一下，啊，我们怀疑你使用假卡，现在要逮捕你。站住！廉政公署，站住！别跑！哎呦！不许动！放下武器，不然我开枪了。大家准备好，鱼上去了，我们开始去钓鱼。真会享受啊，住这么高级的公寓。李伟达先生，我是廉政公署高级调查主任欧达明，我们怀疑你跟一宗伪卡案有关，这是搜查令。你搜那边。李先生，请问黄志斌在哪里？黄志斌？我不知道啊。要不要进去找找啊？哎，你不要乱动啊！把资料洗掉，我唯你是问。找不到东西。找不到东西，请你们走吧。两把什么钥匙？开哪里的？可能是我其中一个女朋友家的钥匙吧。我那么多女朋友，怎么会记得？你好像有过车子吧？打开车门。我想看看你的电脑。我们跟着美宝到了吉思玉酒店，可能是要找那个经理。收到，我们就在酒店附近，马上赶过去，要在他们交收的时候逮捕他们。哎，小心点啊！里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资料，要你不小心洗掉的话，我一定控告你们廉政公署。
梅宝，资料全在里面。谢谢你，别客气，待会儿过钱给你啊。行动。廉政公署。廉政公署。哎 Sir， 要是你们搜不到证据的话，请你放人，别耽误我时间。喂，是，大明，就这找你，谢谢。喂，我是九九，我们在美宝身上搜到一台电子记事簿，上面有很多酒店客户的资料。你马上到李伟达这里，通知布兰达。报告，我们到了，李 Sir 跟 Miranda 就到了，我们在楼下监视。李 Sir， 是你啊，电脑专家。这次要麻烦你研究研究了。相信黄志斌那帮人还在这栋大厦里面。凯东，李桑，你们两个到林伟达房子里去查查。Yes, OK， 我们现在上去。还专家呢？这间打不开，再试试另外一间。廉政公署，别动！是，奶。廉政公署，阿妮。喂，你再按错的话。我的资料会全部洗掉。算大功告成。